敢打赌你追不上我、啊、快来呀慢吞吞的家伙、哦、对不起傻瓜没关系等吧等等我西瓜，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它。冬瓜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你在哪儿？好吧，游戏结束了，你赢了。呀！啊！我赢了，上一次也是我赢了。呀！这一次赢得胜利的又是我冬瓜。哈哈。我们拿不到冠军都是大哥闹的，这真好玩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听起来这主意不错，不过西瓜，这次我们要改变规则，谁输了谁就负责打扫俱乐部。哦哦，哎呀，疼死我了。嗨，这一点也不好玩。姐姐，别把你的尾巴打成一个结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玩。也许我们应该把水泼到你身上，你的脸上全都是脏东西。那不是脏东西，那是他脸上的花纹。他们知道西瓜，他们是在取笑我。赶紧回王宫去吧，这样你们的妈妈就可以好好给你们洗个澡了。妈妈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我今天忘了练书法，我们答应他练书法的。全都是脏东西，不过看起来还是很好看的。傻瓜，快点儿！快啊！我嗨，小心一点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下次你要注意点。我不明白，我们为什么老是要在这里练书法呢？我想练点别的，比如说功夫。咦呀！嘿，有什么好笑的？笑你啊！得了吧，西瓜，别再取笑哥哥了。他只是想……咦呀！我做完了，你们也赶紧写书法吧，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们难道不想让她为我们骄傲吗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就是练书法哟。听起来不错，你出了一个好主意。冬瓜，你知道的，我们家族里的猫可都是书法家呀。书法什么？书法就是将字写得很好的一门艺术。一直以来我们家族一直在为老爷写字，并且引以为荣。我们一直在为老爷写字，并且引以为荣。嘿，傻瓜，这听起来就像是爸爸在说话。那又怎么了？我喜欢听爸爸说。嗨，你们赶快停止胡闹！哼哼哼哼哼哼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该睡觉了。可是妈妈，我们还不困呢。对，一点也不困。怎么就你们两个呢？傻瓜哪儿去了？我在这儿，妈妈。傻瓜，你在那儿干什么呢？我告诉过你多少次，不要爬那么高。对不起，妈妈。现在你们全都睡觉去。傻瓜，小心点儿。你还记不记得你上次爬那么高弄出多大麻烦？是的，妈妈，我记得。我不记得了。因为那时候你还是一只猫宝宝。别叫我宝宝。冬瓜，对你妹妹好一点。当时她确实是一个宝宝。傻瓜，你想让我再讲一遍你的故事吗？当然，
如果你想说的话。那好吧，我想想，那是在一个早上，我们正吃着早饭。快来，孩子们，我们必须快点，要不然你爸爸和我又要迟到了。是的，我们必须马上出发，主人正等着我们。为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，冬瓜？我们为什么要去啊？你们为什么要去写那些无聊可笑的法令呢？年轻人，我可不希望再听到你以这种语气说话。是的，如果你们说话不小心被人偷听了，我们可能会被扔进胡同里去。冬瓜，记住我们的处境吧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赶快把你的早饭吃完，我们待会儿就回来。89, 90, 91, 92, 93, 93, 93、亲爱的，我们这个星期只收了93枚金币的罚款，93枚。那又怎么了？哦，亲爱的，这当然没有什么了，只是我想，我们应该收更多的钱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三个可爱的女儿买新衣服了。我是说，我们三个美丽漂亮的女儿们。我说到哪了？哦，对了，你看，亲爱的，你是这个地方的老爷，你的臣民们也希望你的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当然了，还有我，要穿得高雅华丽。哦，是的，我亲爱的莲花，你说得很对。当然，很简单。如果颁布更多的法令，就会有更多的罚款，如果有更多的罚款，就会有更多的钱，然后给你漂亮的女儿们。你不同意我说的话吗？当然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。那么什么？那么现在干什么？那么我们现在就去做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我亲爱的小荔枝，你说的对。师爷。是老爷。为了保护村民的利益，上个星期我们都颁布了什么新法令啊？让我看看，尊敬的老爷。老爷，上星期您不许人们大声笑、跳舞、开玩笑，进行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，不许做任何快乐的事情。哦，这就够了。我想我们的法令涵盖了一切可能的内容，我想不出我们到底还能颁布什么新法令了。还有唱歌，不许唱歌。唱歌？哦，这主意太妙了。颁布这条法令的时候，要把罚款定得高一些，知道吗？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老是打搅我睡午觉啊。当然还包括你的三个女儿。哦，好吧好吧，我现在宣布，要从现在就开始。我娇嫩的小梅花，希望您能允许我。师爷，猫咪，赶快过来，把我新颁布的法令写下来。猫咪，快过来，该履行你的职责。我们准备好了，老爷。是的，是的，好吧。现在我宣布，不准唱歌，从黎明到黄昏。这个法令真是太英明了，亲爱的，可是好像不够严厉。哦，这个问题提得好，亲爱的太太，这个问题提得好。你们都知道，我一向讨厌人们唱歌，因此我们就在法令中写不许唱歌，句号。这就是今天颁布的新法令，从此以后不许任何人唱歌，从早晨到晚上，从晚上一直到早晨。这就是我要说的话，它即将成为法令，我以皇室的名义宣布。等等等等，
这条法令将使人们保持沉默，这样我就可以拥有一些和平和安宁。从现在开始，只有我一个人才可以唱歌。不许唱歌，不许跳舞，不许大笑，否则打入大牢。这是命令，这是法律，不许打哈哈。如果你忘了，也许脑袋就会搬家。颁布这样一个小小的法令，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吧？来吧，亲爱的，我们该到池塘里洗澡去了。我可怎么下去呢？我得跳下去。这一点也不好玩。法令上说了，今后要不停地唱歌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从晚上到早上。这太棒了！每天不停地唱歌，这真是太奇妙了。我的爪子印在纸上了，我必须把它清洗掉。我看你现在又惹麻烦了。福福，你找到我了。等等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的视力不太好。当我倒挂下来的时候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我现在看到了，你又惹麻烦了。这次又是怎么回事？告诉我。墨汁，哎呀，你能把我带到池塘那边去洗个澡吗？墨汁，墨汁，即使泡在水里，墨汁也不会掉下来，尤其是这种墨汁。现在你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，这墨汁永远也去不掉了。太糟糕了，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。快，我们赶快离开这儿。瞧瞧你的样子，我看你一定会惹大麻烦的，对吗？现在终于安静了。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刚才的计划我该怎么做呢？对了，计划，现在让我看一看，如果我们你迟到了2分钟，带上这条新法令，把这张纸带到广场上去，然后向人们宣读。现在就去。傻瓜，镇定！我想飞到村子里去，看看那里发生什么事了，然后我再回来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。再见，我的朋友。奉天承运，现在我宣布，老爷的口令将成为法律。这条法律就是，今后将不停唱歌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从晚上到早上。是真的，真的，看哪，这儿都写着的，人们必须一天到晚不停地唱歌。是谁？这是谁干的？你现在到底想些什么呀？快听，我亲爱的小百合，听这些美妙的词汇，他们正在赞美我呢。我今生今世还从来没有听见过我的臣民们这样赞美我。我亲爱的，30年了，我还从来没看见你掉过眼泪呢。30年了，我的臣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仁慈。快想想，因为我的仁慈使他们放声歌唱，这是多么美好啊。
谁在那儿？哦，这么说是你改了我的法令。猫妈妈、猫爸爸，赶快到这里来！快看看你们的小猫干了什么！由于傻瓜做的错事，我要求你们重新写三道新的法令。第一道法令就是取消所有以前颁布的法令，从现在起，人们可以唱歌、开玩笑、跳舞、吹口哨，从早上到晚上，从晚上到早上，只要他们想做。第二道法令就是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村庄将对所有的胡同猫开放，他们可以每天在这里吃美味的鱼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我颁布的第三道新的法令就是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中国猫，它们的脸上、爪子上和尾巴上都可以有漂亮的花纹，这是为了纪念最伟大的猫，它就是傻瓜猫。哇，妈妈，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。你们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。不过谢谢你，傻瓜，现在你也该去睡觉了。可是我还想听故事。哼，今天呀，就到此为止吧。嗯，哇，傻瓜做了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啊。是的，西瓜，他经常会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，不过你也知道他也会经常做错事的。真的吗？当然，这是好的一面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从错误中去学习。嗯，我以前从来没这么想过，我向傻瓜真的吸取了教训。每个人都是。即使老爷也是吗？尤其是老爷。现在应该睡觉了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我们又会遇到有趣的事情了。哦，亲爱的，你现在越来越像傻